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480面，倒数第二行，从第三个字看起，如慧书所开始，唯在信一念，不以念多少也。又要解云：若信愿坚固，临终生念一念，一觉得生；若无信愿，纵将名号持之风吹不如，雨打不实，如铜墙铁壁相似，亦无得生之理。这些话都是为我们解释信愿念佛啊。前面我们读的很多啊，也讲的很详细，一心尽心，至心愿生。到这个地方说明修行重要的方法，净宗提出了三个字：信、愿、行。信心的建立非常之难，所以诸佛菩萨都说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我们生在现前这个社会，对于这三个字感触非常之深。以往一些祖师大德们，我们听他们讲经教学，对于这个事情没有讲得透彻啊，也可能那个时代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现在这个时代社会动乱，地球灾变频繁，历史上过去所未曾记载过的我们看到最近的报道美国过去我在那里住过很多年，龙卷风是有，一年也不过有两三次，听说现在一个月有两三百次，这到底怎么回事？让我们想到信愿行这三个字意义深广无际。佛在楞严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的起心动念会影响山河大地。我们读了华严经，我们读过贤首过世的望经还原观，才真正了解我们起心动念会影响整个宇宙。为什么？
整个宇宙就像一个网络一样，真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这就讲到宇宙的缘起，一个生命共同体，中国老子所说的，老子那个时代佛教没到中国来啊，老子讲过一句话，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啊，这是由感而发的，还是事实真相的？啊，我们都不以为这是事实真相，老子有感慨而心，心起的。可是我们在佛法里面看到之后啊，它是事实，它不是感发，事实真相如此。我们怀疑，我们不了解啊，这个是道理太深了，事情太神奇了啊！一直到现在，最近的30年，量子力学家他们提出的研究报告，我们一听就懂啊，为什么呢？佛经上早就讲过了，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讲的啊，这一桩事情附带跟大家声明，现在国际上承认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2500多年，啊，我们2006年参加巴黎的活动是2550周年。啊，2500年。我们中国历史记载的不是这样的。啊，这中国老一代的，你看连现在库存本里头都有。释迦牟尼佛出生在哪一年呢？周昭王24年驾殷啊，过世在周穆王。要从中国历史上来记载呢，今年，这是中国老一代的都用这个纪念啊，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3038年。啊，这些事情不必去研究，没关系，不重要。啊，到底哪一个说的对？那只有把释迦牟尼找来问他才知道。那每个人讲的都有根据，都有道理啊。啊，所以我们用不着在这些事情操心。啊，这种考据没什么真正的意义。啊，世尊3000年前讲的。现在近代的科学家把它证明了，这个不容易啊！啊，对我们来讲天大的喜事啊，因为我们对这问题一直怀疑啊。科学家一说的时候，把佛经讲的证明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今天的科学，尖端的科学，啊，向两极发展，一个向宏观宇宙，啊，在探测太空，发现所有一些有的星球，好像距离我们越来越远。啊，是一种爆炸的现象。啊，到边际之后呢，就不见了。啊，科学家的这个报告书，
我们能够探测得到的，只是全宇宙的10%，另外90%不见了，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我们听这个话，我们知道，到哪去了我们晓得。啊，研究微观世界的，就是量子力学。啊，一个是无穷大了，一个是无限小，真难得，真不容易。啊，这30年代的时候发现了光子，啊，也叫量子。黄念老在这个注解前面给我们讲的，一毛一尘，毛尘的微点，他用这个名字。啊，实际上呢，就是指的量子。量子多大呢？科学家给了我们一个概念。啊，原子，这是我们现在一般人都知道。啊，原子的构成是由原子核，外面电子，啊，它像个小宇宙一样，电子围绕着原子核。啊，量子多大呢？是这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1，也就是说，100亿个电子，量子才能造成一个电子。这么小的东西啊，它的频率高，速度非常快啊。德国普朗克博士啊，爱因斯坦的老师，一生研究这些东西啊，他能把物质的现象搞清楚了。啊，他说物质的本质是意念。那意念从哪里来的呢？他不知道了。他只是这个东西是无中生有。讲得不错，无中生有可以讲得通。啊，从这个研究啊，那在佛经上讲的时候，他们科学技术达到极限了。换一句话说，再突破不容易了。啊，在佛经里面讲，微观宇宙的时候，他已经找到了阿赖耶。啊，这大乘教讲的阿赖耶，宇宙的缘起啊。啊，宏观的时候找到宇宙的边际，啊，这个就是佛在经上说的。我们用第六意识，就是用思想、用思维、用观察，达到了极限。啊，再提升呢是法性，那他做不到，为什么呢？法性没有现象，科学观察是有对象的。这个对象呢，三大类：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啊，那么讲到本性，啊，法性、佛性，这佛家讲的这个，它这个没有现象，它不是物质现象，它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换句话说，你用什么方法，没法子探测它。啊，怎样能放下的佛？能够发现它呢，放下才行。啊，你看佛就在大乘经上教给我们，放下执着，我们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这个人就叫做阿罗汉。啊，这是佛学里面头一个学位。啊，你就拉到阿罗汉的学位，拉到阿罗汉的学位，告诉你，
六道轮回没有了，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没有了，假的，不是真的，就像做梦一样，你从梦中醒过来了，梦境没有了，阿罗汉醒过来了，这个六道没有了，六道没有，他又出现一个境界，这个境界是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现象出现，那梦醒了，其实那还是个梦。六道是梦中之梦啊。第二个阶段，我们与世出世间法不但没有执着，分别没有了，不再分别了，这是菩萨，比阿罗汉高了。他还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放下了，不起心不动念的，他就见性。科学家没做到这个，他起心动念了，他还有分别执着，所以他的极限，对内可以看到阿赖耶，对外可以看到宏观的宇宙，就是不能见性。见性没有别的，把这个东西统统放下，因为什么？全是假的。科学里面讲的自然现象，在佛法讲阿赖耶的业相，他们讲信息或者是讲精神现象是阿赖耶的转向，他们讲物质是阿赖耶的境界相，这个真不容易啊！科学的成就我们不能不佩服啊！后面就是见不了心，就是这个意念从哪里来的他就不知道，所以说个无中生有也算不错，也很难得很难得，佛法讲的透彻，我们今天认识了佛法不但是高等哲学，高等科学，也就是说哲学跟科学里面不能解决的问题，大乘佛法完全都讲清楚，都讲明白了，真实智慧，真实之力，摆在我们面前的障碍是什么呢？是头一个我，这个东西麻烦，这个我是假的，不是真的。身决定不是我。金刚经上讲得很清楚。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才入佛门呢，地位并不高啊。什么样的等级呢？小乘的须陀洹，大乘实性为菩萨的初性为菩萨，实性就是小学，佛教的小学，小学一年级，小学有十年级，从一年级开始，在小学一年级，小学一年级不执着身是我，身是什么呢？身是我所有的，就像衣服，衣服不是我，衣服是我所有的。所以身体不是我，是我所有的。那到底什么是我？外国哲学家也认为灵魂是我。能够思维想象的是我。这比一般人就聪明多了，他不执着身是我了。灵魂是不是我呢？还不是。不过也不能说他完全不是。他是个迷惑颠倒的我，没有觉悟的我，灵魂。实在讲，讲灵魂是有问题，魂不灵啊。他要灵，他会到三窝道去投胎吗？
那不可能啊。到三卧到头的就迷惑颠倒啊。啊，所以孔子不称他做灵魂。孔子你看在《易系辞》里面，他老人家说的这个名词就很有道理，他叫游魂。精气为无，游魂为变，这孔子说的。说游魂行，他的速度很大，他没有障碍。在佛法里面呢叫灵性。就叫本性、佛性、自性，这个是真果。它才是我们现前这个身心世界的根源呢，就它从它变的。在佛法讲啊，宇宙我们人生啊，人这个人的精神物质这些东西，唯心所现，这个心是真心，不是妄心，就是心，就是讲的真心啊。中国古人讲本性本善啊，中国人讲那个本性大概跟佛家讲的这个佛性是相等的啊。本善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那个善是赞美的词名词，就是他太圆满了啊。像慧能大师明心见性，对五祖仁和尚提出的报告20个字，说明他悟的是什么东西啊？真如自性是什么样子啊？第一句话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用现在的话说，没有想到自性本来是清净，现在有没有染污？没有染污，决定不染污。自性就是真心的，就是真正的我啊。明心见性就是把我找到了啊。第二句讲本不生灭，它没有生灭的现象，不生不灭。第三句话，本自具足。虽然他什么都没有，刚才讲过了，他没有现象啊，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没有自然现象啊，你不能说他无，他样样具足啊，他会变。所以幕后一句能生万法，这一切万法都他变现出来的啊。还有一句话说本无动摇，所以真心是定的，这个诸位一定要记住啊。动的是妄心，不是真心啊。妄心造的业，那就是六道轮回，真心不造业啊。我们得到现代科学的报告，对佛所说的人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啊。宇宙是怎么个性，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宇宙，宇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搞清楚之后，原来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所以无论是物质的波动现象啊，物质在动啊，它不动物质就没有了啊，是个波动现象。意念也是波动现象，就是精神现象，自然现象还是波动现象啊。这个动才动，它就周边发起，它的速度比光比电磁快太多了。太阳的光
发射到地球要八秒多钟啊，八分多钟啊。啊，我们这个物质的念头，这个波动，精神的念，这个波动，才波动就周边法界，整个虚空法界全都受到了。我们这个身，我们的念头是个发射台，也是接收台。啊，我们发射出去自己不知道，可是别人都收到了。我们是接收台，整个宇宙的信息我们通通收到，但是收到了，收到不知道，自己这个机器出了毛，故障不灵了。啊，真的是收到了，但是收到了没有反应。到什么时候有反应呢？心清净的时候就有反应。你看我们的心体清净平等具，清净是阿罗汉，平等是菩萨，具是佛。啊，你到这个境界里面，你就能接受到。啊，我们明白这些道理，虽然没有证得，我们这个明了叫解悟，啊，是在经教里面读到的，是听老师讲解我们明了的，这是解悟，不是证悟，证悟就管用。啊，也就是说，我们明白了，我没放下了。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统统有啊！啊，但是明白之后啊，好修行，知道什么应该要放下。原先不知道啊，坚固执着不肯放下，现在知道应该放下，放下是对的。啊，放下是回归自信啊！啊，自信确实本自具足。这是慧能大师的话，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讲得清楚，具足什么？佛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哦，这就是本自具足啊！你自信里的无量智慧，无量的才能，无量的相好，没有一样欠缺啊，只是你现在有妄想分别执着不能证得，毛病就是什么？啊，释迦牟尼佛一语道破。换一句话说，我们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一起放下，就成佛了。啊，释迦牟尼佛当年给我们做了榜样，啊，在菩提树下一起放下，啊，大彻大悟。慧能在中国给我们也做了个榜样，啊，他半夜三更在五祖忍和尚方丈室里头彻底放下了，这一放下就成佛了，啊，五祖的衣钵就传给他了，啊，佛法这一门大学问呐，知难行易呀，这是当年张家大师告诉我的。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知难啊，行容易啊！你看慧能大师在方丈室，我给他估计顶多2个小时，2个小时反复就成佛，不难啊！我们现在难在难不肯放下了。那执着这个身是我，以为这个世界是真的，不知道是在做梦吧？那一放下就醒过来了，全明白了。啊，那么要放下头一个信心，这讲到心愿心。啊，我们今天对佛菩萨教诲信不信？不相信啊，把它当作哲学的研究。当作科学的研究，你只能得到它其中一小部分，
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你得不到全体。几个人真相信啊？我们念地藏经，很多人都念过地藏经。地藏经里头，释迦牟尼佛赞叹坚牢地身，代表什么？代表大地坚固啊，极乐世界坚固。没听说极乐世界有灾难啊？我们地球上灾难这么多，什么原因？我们现在才了解。啊，世尊给我们讲的三毒贪嗔痴，实际上六个根本烦恼，六毒啊，不止三个。贪嗔痴后面还有傲慢，还有怀疑啊，这个诸位都知道的，贪嗔痴慢疑。我们现在发现这个慢跟疑很可怕，啊，傲慢跟自己带来的，跟我们自己身心带来的是烦躁啊，啊，我们今天所讲心浮气躁，傲慢带来的怀疑，对自己怀疑，不相信自己本来是佛。那是佛，释迦牟尼佛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不相信啊，不相信是圣人，是中国老祖宗讲的，啊，《大学》开宗明义第一句话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知遇之善。”啊，明德是体，啊，这学里面讲的本体。亲民是现象啊，亲民是亲爱啊，爱人就是仁爱啊。啊，知遇之善是作用。跟大乘佛法都能相通啊！啊，那现在什么？现在我们的德明德不明了，所以你看老祖宗聪明，把明德上的加一个名字，要恢复明德。明德就是自信，明德就是本善，所以他那个本善。包括了明德、亲民、知遇之善，啊，全部包括，用一个字来代表，啊，本善啊，我们自己要承认呐、啊。换一句话说，这承认我们自己本来是好人呐、啊，那为什么变坏了？没人教啊，没人教我们，我们染上不好的念，这个。风俗习惯啊，古人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跟圣贤人在一起，不知不觉就成了圣贤，跟佛菩萨在一起，不知不觉你就成佛菩萨啊，跟个恶人在一起，不知不觉你就变成恶人，这就是心相近心相远。啊，今天社会乱成这样，说社会风气败坏，把大家全教坏了，我们全学坏了，谁教我们啊？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告诉我，电视网络他天天在教你啊。你说今天世界上人谁不看电视，每一天总要看几个小时，要接受这个教育。电视内容是什么？暴力、色情、杀盗淫妄，他教你这些，
如果这些电视节目通通都讲经说法，会叫古圣先贤，那你不全是变成圣人了？这地球上全是人，全是佛菩萨。很有道理啊。所以古今中外大圣大智大贤，他们干什么？全是教学。不是他们知道，只有教育能救世，只有教育能帮人回归自信，能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苦从哪里来的？苦从迷惑颠倒来的。因为你迷，你思想错误，你的言语错了，你做错了，那后头苦报就来了。乐从哪里？乐从觉悟。你明白了，觉悟思想纯正，言论纯正，你的工作纯正，你得的果报就落了。我们细心观察世界上这宗教创始人，都是大智慧，都是大德大能的。他们一生从事于现在的话就是社会教育工作。真正是舍己为人。不但是教，而且是在生活上做给大家看。释迦牟尼佛是王子出身。他从事于这种社会教育。不需要别人帮助他了，他家庭支柱他就够了。他的家世是过往啊。给他建个大道场，建个大学校，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他不要。他要过苦行僧的生活。要活得自由自在，游牧生活。一生没有学校，没有道场，不能说没有学校，他的学校没有校舍，在哪里上课呢？在树林底下，水边上，走到哪里坐下来就上课，多快乐！一天吃一餐饭，日中一食，徒步。三一波，他们居住的是热带地区。三一波够了，也就是物质生活，达到最起码的，穿得暖，吃得饱，够了，其他的都不要了，得大自在呀，身心健康。所以我们细细去体会，去观察当年的僧团，那是给我们后人做典型。物质欲望是害人的，一定要把它彻底放下。他叫我们放下，他首先放下了。我们不能不相信。你看到这个僧团里面上上下下大大小小，没有一个不是欢欢喜喜，快乐无比。这快乐从哪来的？孔子知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喜悦是天天觉悟，天天明白，这多快乐！到后来把整个宇宙性相离世因果全都搞明白，全都通达了，得大喜乐。这叫成佛了。成菩萨了。
啊，明了之后干什么？明了之后教学。啊，帮助别人，人人都是佛，只是他迷而不觉。啊，他只要回头觉悟了，跟自己一样，跟古佛一样，平等平等，无二无别。啊，既然是一体，就希望所有一切众生，个个回头，个个觉悟。啊，所以常极光净土是真的。啊，见性见什么？就是见常极光。90%的宇宙到哪里去了？回归常极光的。所以科学家找不到了。啊，宇宙无论大小，你看到它的现象是个循环的现象。啊，回归常寂光是最大的一个循环。你看，从开始迷的时候，从常寂光开始迷了，变成阿赖耶，啊，以后变成了十八土，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啊，最后修行慢慢的又提升，提升到最后又回归到常寂光，是一个最大的循环。那就是一定是回归到原来的出发点。啊，我们体会到这个现象。那发现的这个世尊在楞严经上所说的啊，贪欲。贪心所感应的水灾啊，现在地球海水上升，大陆会沉到海底，这什么原因？什么造成的？啊，一般人都在去讲究物理现象，物理现象是有限的，不是究竟的。物理现象的背后是心理现象。这更深一层，贪心造成的。啊，物理现象没有研究到这个层次。啊，贪婪造成的。火山爆发，地球温度上升。啊，科学家也从物理上探测二氧化碳，啊，他在研究这个问题。佛法不是的。佛法的成慧造成了火山爆发，成慧造成了地球温度上升，愚痴造成的风灾啊！我们看到美国最近好像好几个州啊，几百个龙卷风。从来没过的，这样愚痴造成的啊！傲慢对应的是地震，怀疑太可怕了啊！怀疑带来什么？我们大地啊，松散了。啊，山是大山松散了，山会倒下来；大地松散了，大地会沉下去。有没有办法拯救？有。怎么拯救？不贪，不嗔，不痴，不慢，不疑，问题全解决了。啊，我们对自己不怀疑，对一切众生不怀疑，
啊，要有信心。啊，别人骗我，那是他的事情，我不欺骗他。他骗我，我也信他。啊，我信心坚固，身心健康。啊，如果我常常怀疑，我们的免疫能力大幅度的下降。啊，你经不起外邪的泄气，也就是你很容易感染病菌。啊，因为你身体整个精神身体松散。啊，不坚固，这信心重要啊。对自己是保卫你身心健康啊。你居住这个地方山河大地坚固。啊，不会有灾难。啊，佛法是深一层给你讲心理。啊，物理是建设在心理的基础上。啊，所以现在科学只研究上一层，底下的一层都不知道，所以它解决不了问题。啊，极乐世界好在哪里？好在人家这些烦恼习气完全没有。每一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人都信心坚定。啊，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极乐世界人没有邪念，没有不善的行为。啊，我们这个世界人如果通通学极乐世界人这些德行，我们地球就变成极乐世界。这境随心转嘛，我们身体是我们最贴近的一个物质现象。一个境界，所以你这个心理健康，你的身体就健康。啊，你的心理是多疑，哎呀，我真的痛什么病是吧？哎，过几天真的这个病出来了，一检查果然不错，病从哪来？你想来的。你为什么不想健康？为什么就想病？啊，医生治病说老实话，医生能把人病治好吗？不能。怎么治好的？信心治好的。这个病人对这个医生有信心，哎，吃他的药很容易好了。那边那个医生比他高明多了，但是他不相信，哎，吃他的药不灵，吃这个药灵。啊，灵与不灵产生了信心呐。他懂这个道理啊。啊，我们对佛菩萨有信心，佛菩萨一天吃一餐。我也一天吃一餐，吃得很舒服，很快乐。啊，少一餐，哎呀，好像多了好多时间一样。啊，要相信自己啊！啊，这里头有个大道理。身体是个机器，机器要消耗能量。啊，好像汽车一样。你不加油它就不动了。啊，人这个机器饮食就是给它加油。啊，那么它的能量消耗它消耗到哪里去了？劳心劳力消耗能量不大。消耗能量最大的妄念啊，胡思乱想。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我跟他的那一年，我31岁，他老人家70多岁，啊，他大我39岁。他每一天的工作量是5个人做的，那么大的工作量。还有教那么多的学生，啊，一天只吃一餐，日中一时。啊，我从学佛的时候，
我就把晚餐断掉了。啊，所以我一天吃两餐。我一想，老师那么大年岁，工作量那么大，一天吃一餐就够了，我应该也可以。啊，我就学他。我学到第八个月，我才告诉他，我说老师，我现在也吃一餐，多久了？八个月了。觉得身体有没有什么变化了？说没有，很正常。他桌子一拍，永远做下去，一生不求人。哎，我生活简单嘛，不需要求人嘛。啊，所以我跟他讨论这个问题，我说这个能量消耗应该95%消耗在妄念上。老师给我印证是对的。啊，所以于劳心劳力了用得很少。那叫正用。啊，一天到晚胡思乱想。特别是疑惑、哦、疑惑消耗能量太大太大了。啊，错了。啊，别人骗你相信他。啊，他坑我相信他。害我我还是相信他。没事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何必那么认真呢？啊，别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啊，自己的心正，别人害不了。啊，明文利养身外之物，那本来我们就要把它舍弃的。啊，他要障碍这个，那与我根本就不相干嘛。啊，只要他欢喜就好。啊，他慢慢的了解之后，他对我们还有点尊敬。啊，觉得一生当中，真的遇到个好人了。啊，他会明白的，啊，有耐心，别去理他，一切随缘，你说多多自在。所以信为道源功德母，所以我们讲起信心太重要了。啊，人有坚定的信心，啊，自信心，佛法建立在自信上。啊，我有一年在美国。啊，有个基督教会的长老来跟我研究宗教，说他们基督教跟我们净土宗啊很接近。啊，我说从哪里看呢？信心，基督教教要信上帝，啊，你们要信阿弥陀佛。我说不一样，那怎么不一样呢？我说佛教的信心，头一个是信自己。第二个才信幸福。啊，你看偶一大师弥陀经要解讲信愿行，他信讲了六个。讲六个。第一个信自己。你不相信自己信佛没用，佛帮不上你忙。头一个相信我自己是佛。本来是佛，佛才能帮助你回归自信。帮助你成佛，你自己不相信的时候没办法了。这跟他们不同，你们头一个信信上帝，我们头一个信自己，啊，第二个才信佛菩萨，啊，信他嘛，啊，然后说信事、信理、信因、信果，这讲六个信。第一个太重要了，第一个信心要失掉了，全盘都没有了。啊，那么今天有几个人相信自己？所以今天佛法衰，今天很多人想用功都不得力。啊，修学不能成就是没有自信心。啊，我在最近提到
这个东北有个同学啊，刘素云居士，他生年真成功。他成功的秘诀在哪呢？他有自信啊！别人问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讲了六个字：老实、听话、真干。古今中外，大圣大贤哪一个成就不是得力这六个字？啊，他听我一篇光碟，十年前听一篇，他只听懂一句话，他就真干。这一句话我常讲的，祖师大德讲的，不是我讲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他就听懂这。所以他一生就一部无量寿经，一句阿弥陀佛，一门深入啊，十年就念一部经，就念这一句佛号啊，他得到念佛三昧，他开悟啊。三昧是定啊，诸位要晓得，我们能够把精神、意志、时间统统集中，不得了啊！啊，一个普通平常人，应该是三四年，心就定下来。妄念就没有了，五六年肯定有开悟，有悟处，不能像慧能大师大彻大悟，也必定是大悟，智慧现前的啊。古人的教学方法是我们现在人没有办法相比的，我们现在搞错了啊，学西方学科学上大当了啊！我们中国古人这套老方法教学，你看看历史，世世代代都有，虽然不能是有圣人出世吧，贤人、君子多的多的是啊！啊，贤君子世世代代都有啊！啊，佛教传到中国这两千年来，啊，中国人修行达到释迦牟尼佛那个境界的人，啊，我最保守的估计，三千人以上，这个成果还得了吗？啊，禅宗里面五灯会员1700个人。大彻大悟啊，教下大开元解的，念佛礼业心不乱的啊，还有三密相应的啊，合起来绝对不会少过3000人啊。如果把儒释道合起来，圣贤君子在中国世世代代都有出现了。传统私塾教学的方法高明啊！啊，我这一生学的这么一点点，私塾教学法教出来。啊，我跟方老师学哲学，跟诸位说，是私塾教学法。我们做梦也不敢想啊！啊，他那么高的身份地位，我们是清寒到基础啊，写一封信去想去向他老人家请教，希望能准许啊，我们到学校去旁听他的课程啊，没想到啊，跟老师一些谈话之后，他告诉我，现在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
他说你到学校听课会大失所望。啊，我听到老师完全拒绝了，心里很难过。啊，当然表现就很沮丧。啊，没想到他很慈悲。啊，非常爱护年轻人。啊，过了五六分钟他说了，那这样好了，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我给你上两个钟点课。所以我们上课一个老师一个学生，一张小圆桌子，私塾教学。啊，我跟张家扎十三年，也是私塾教学，学生就我一个人，也是一个星期两个小时。啊，接受他老人家教诲。不是在一起啊，只有跟李老师十年，李老师正式办学，收了二十多个学生。啊，教我们讲经。啊，我只有在这个班里面是跟大家一起上课。啊，老师没有特别指导。啊，但是老师很关心。啊，对我的学习了如指掌。啊，非常用心照顾，我感谢老师。啊，为什么？中国私塾的教学法完全承受了中国古老的教学方法。这个教学方法我以为至少超过一万年都不止。中国有文字是从皇帝开始。啊，有文字记载只有四千五百年，向上去没有文字，传说、口传，世世代代口传，会不会传错呢？我相信不会传错。为什么？传的是精要，是原理原则。文字不多啊，中国文化的精髓，四库啊，科目啊，尧王算正式国家了，指派一个官员要管教育啊，那个官员古时候叫司徒。啊，从尧正式建立，啊，政府里有官员管教育，啊，司徒叫什么东西呢？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怎么能传错呢？我相信这些东西不是他们的时候发明的，而是一万多年前世世代代相传。啊，决定不会传错。啊，因为五伦只有二十个字。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你说能传错吗？传十万年也不会传错啊。这简单嘛。啊，五常就更简单，就五个字，仁义礼智信，它能传错吗？啊，四维四个字，礼义廉耻，八德孝悌忠信仁爱和平，肯定传不错的呀，传十万年也不会传错啊。所以孔子把古圣先贤这些教诲，把它写成文字流传下来。啊，变成文字是孔子，所以孔子成为大臣啊，
即大乘。啊，他自己没有创造，没有发明。啊，孔子非常老实。你看《论语》里面他自己说，啊，给我们介绍，啊，他是述而不作。这意思就是，他是传述古圣先贤，自己一生没有创作，没有发明。啊，也就是说，他所学的，他所修的，他所教的，所传的，全是古圣先贤，没自己的东西。性而好古，性重要啊！他对于古圣先贤深信不疑啊，性而好古啊，喜欢古人东西啊，他心目当中的偶像就是周公啊，文武周公是他的偶像啊，特别对周公崇拜至极啊。周公是圣人呐，啊，我们再细细去观察啊，中国传文化一直绵延，世世代代的发展，到清朝变成了四库全书。啊，我们展开四库全书，你看看哪一篇东西违背这四库的？这四库是总纲领。啊，世世代代，不管你研究什么、创造什么、发明什么，它都离不开这四库。所以这个国家长治久安了。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的没有不佩服中国人，甚至于汤恩比啊，跟日本池田大佐的对话，那个本子我看过啊，里面谈到啊，他们的理想希望将来全世界变成一个国家啊，战争就不会有了，又个统一全球了。什么人有资格统一全世界呢？中国人啊，汤恩比说得好啊，他不有私心。中国自从秦统一一直到今天还是统一啊，他有统一的智慧，有统一的方法，有统一的经验，有统一的效果，人家说这么多东西出来啊。啊，欧洲罗马统一欧洲1000年，灭掉之后再不能统一了，就没有了，只有中国。英国人讲的，这不是我们讲的，我们讲的没人相信的。啊，那我们中国这一代。把眼睛都看到外国，都向外国学习，错了，我们吃了亏了，上当了啊，把自己东西丢掉了，自己东西宝啊啊，中国的崛起让外国人恐惧啊，外国人喊中国威胁论，其实中国不威胁人，中国讲伦理道德啊，中国人要有人在社会上，在国际上来跟大家宣布啊，这个误会就能化解啊。21纪是21世纪中国人的世纪，这是外国人说出来的啊，我相信是中国人文化的时期啊，中国是用文化统一全世界啊，不是政治，不是军事，不是科学技术，也不是工商贸易，是中国的文化，就是中国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如果再说的简单一点，我们把它归纳12个字，
走遍全世界，跟任何人谈都欢喜。那这十二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不管你是哪一种族群，啊，你是哪一种文化信仰什么，你跟他谈都欢喜，没有一个人反对。啊，要不要孝？孝好，我们都要。啊，要不要悌？悌是尊敬长辈。啊，都愿意呀、啊。没有一个字他们是反对的呀、啊。啊，所以我们就有信心了。中国文化普遍全球。啊，整个社会，这个世界社会安定。啊，地球灾变也都能化解。啊，人类能够和睦相处。啊，能够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怎么不好呢？那为什么要吵吵闹闹的？啊，打打杀杀的，错了。啊，我最近这个十年，啊，移民到澳洲。啊，澳洲给我这么一个机会，啊，代表大学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这也是我们连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桩事情。啊，十几次会议参加之后，我们了解了，啊，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认识很多国家领导人，啊，我们把中国古老的经验。我们就是用这个汤恩比波斯做招牌，啊，孔孟学说、大乘佛法，没有人反对，通通能接受。啊，伊斯兰教接受，印度教接受。啊，我们最近在这个澳洲巴育教接受。都变成非常好的朋友。啊，天主教我两次访问梵蒂冈。啊，都结成好朋友。啊，我们大家携手共同帮助世界恢复安定，恢复和平。啊，尽我们自己一点绵薄之力了。那所以希望年轻的同学朋友们要认真努力去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啊，学习孔孟，学习大乘。啊，你会得到很大的喜乐。啊，精神生活永远胜过物质生活。啊，物质生活小事啊。啊，吃能吃得饱，穿得暖，有个小房子遮避风雨，足了，就快乐无比了。活一天做一天好事，啊，听老祖宗的话绝对没错。啊，老祖宗真爱后人啊，真爱子孙啊，替子孙想的无微不至啊，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你找不到。啊，最大的这个恩惠，实在讲，就是中国的文字，文言文。
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啊，这是把他们的智慧、经验、方法直接传给后人用的这种工具。啊，他们知道语言会变，所以把文跟语分开，文永远不变，文言永远不变，语言随便怎么变化，文言不变。你只要懂得文言，能看文言，等于我们2500年之后啊，看到2500年前人所写的东西，就跟面对面写信一样啊，你完全不会误解它。这个发明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只有这一家啊。外国的东西，古典文字，那得找专家啊，考古学家去辨识，还未必搞得清楚啊。你看中国老祖宗这个智慧得了吗？不得了的智慧啊。那能发明一种东西，千传千万年不改变。学文言文难不难？不难。啊，当年老师教我们，你能背50篇古文，你就有能力阅读；你能背100篇古文，你就能写。你能写文言文，那我们一个星期就背一篇吧。啊，100篇2年呢？2年文言文的钥匙就拿到了。啊，四库全书就是你的宝藏啊！不难呐、啊，你学外国语言2年学不通啊，这文言文2年就通了。啊，你从这个地方知道古圣先贤、老祖宗对后人多么爱护。啊，想出这么个好的方法，啊，文字，啊，中国文字是智慧的符号。你不会念，啊，你不然，你看到它那个写样子，你能体会它的意思。你晓得它里代表什么？这种符号，智慧的符号啊，这外国文字没有啊。啊，你真正通达明了，你才感觉的是做中国人多么的荣幸，多么难得了啊，这么好的祖宗啊，这么多的圣贤啊，我们今天不认真学习，对不起祖宗。啊，我们看家谱，我有一个体会，大概汉族人全是皇帝子孙。啊，你找老祖宗肯定找到他头一个。啊，我的家谱在。啊，文化大革命我们在海外最担心的是家谱，其他的不担心。比如说这个东西要丢掉了，我们就根没有了，找不到了。啊，还是祖宗有德，啊，还保留这么一套下来。啊，我们看见，啊，从皇帝到我这一代，136代。啊，我们有辈分吗？到我这个辈分，啊，我们这个徐信，啊，是皇帝第二个儿子昌邑的后代，啊，有这个信是第6代，
才有。啊，第六代是王启，就是夏禹的儿子，做国王的时候，啊，封若木，我们这个老祖宗第六代的，啊，封在徐国的国君，就是现在徐州，古时候的徐国，以后国没有了，就用这个做姓，啊，这个姓是从这来的，啊，这个家谱里记载清清楚楚啊，你怎么会不爱你的家了？今天哪一家能够找祖宗找到4500年前？没有啊，全世界找不到啊！啊，中国人重视这个啊，所以你会爱家，你会爱你的土地啊，爱国爱乡，根就在这里。这个东西没有了，人不会爱国，也不会爱你家乡啊，那才叫真正悲惨。啊，春秋祭祀功德在哪里呢？在慎终追远，明德归厚，人民心地淳厚善良，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啊，每一个人敬他的祖先，啊，每一个人敬他的乡子。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文化要教全世界。啊，过去他们的老祖宗不认识，从现在建立。啊，像中国这样建谱一样。啊，你能够想到你的父母，这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母，大概还能记得。啊，你从那么的写出来，你一代一代传下去。这在中国传统是重要的过程，决定不能够疏忽的。皇家有太庙，民间有宗祠，啊，纪念祖先的，纪念祖先才会孝顺父母，纪念祖先才知道父母的恩德。啊，现在我们疏忽了，赶紧找回来，还行。啊，我们过去在汤池的试验，我感觉到非常惊讶，因为它太快了。我们以为要教学2-3年才能收到效果，没想到3个月，不到4个月，人民怎么是这么好教的？啊，让我们肯定了人心本善。啊，人是非常好教的，人是善良的。他是一时迷惑，一时错，做错了事。一明白，马上回头，马上就改过。啊，所以这个试验当中，让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大乘佛法产生无比坚定的信心。啊，在没有通过这个试验之前，有的人真正质问的时候，比到最后我们自己好像是还是有点怀疑。啊，通过这个试验证明，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信大家一定要重视。中国古人说，人无信则不立。这个信的意思深广无际。啊，在佛法讲，他的功德无量无边啊。你看刚才我提示的，啊，对自己身心健康，啊，对环境，我们居住周边环境减少灾难，它起这么大的作用啊！
啊，人要没有心愿，什么事情都不能成就。你看，纵将名号，持之风吹不入，雨打不实，如铜墙铁壁，相似也无得生之理。就是你没有信心，你念佛念得再多都没有啊，你都不能往生。啊，头一个要把信心建立，终日两国大德，万里同风，同以信愿为往生的主因，皆是人天眼目。人天眼目是赞叹啊，终日古代的这些祖师大德们啊，日本这些高僧大德多半都是在隋唐在中国留学的啊，他们绝大多数的人亲近善导大师啊，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啊，再有不少的人亲近天台山的智者大师啊，所以在今天在日本智者大师的像很多，几乎一般寺庙都能看到啊，善导大师的塑像啊，他们对祖师的崇拜超过对佛的崇拜啊，因为祖师直接沉船他的啊，是他们的亲教师啊，这些人都是讲信啊，真信切愿，认为是往生极乐世界最主要的第一个因啊，没有心愿念佛没用处啊，所以称赞他们人天眼目啊。又弥陀苏超一曰，苏超是莲池大师的，明朝万历年间人啊，他也说，但有愿者无一不生，方知愿力如是广大，焉可不信，焉可不愿。有愿一定有信，如果不信呢，他愿生不起来啊。所以这三个条件，信是第一，第二是愿，第三个是念佛啊。念佛的目的一定要知道，是把自己的妄念念掉，把自己的清净心念出来啊，平等觉念出来，这就对了。纵然这三样效果都没有，你真正发愿求生净土，也许还真的能往生。这是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啊！啊，如果你念到清净心念出来了，你往生极乐世界是真的。为什么呢？这个路通了，跟阿弥陀佛的热线达到了，什么时候去都可以啊。不过到极乐世界品位不高，生凡圣同居土如果平等心现前，就生方便有余土。如果你开悟了，大彻大悟了，就是觉啊，开悟了，你生十报庄严土，不一样啊。啊，那么你要记住，要想得心地清净平等，
你一定得放下。我平常教大家，这应该也有二三十年了，要放下自私自利，要放下名闻利养，要放下五欲六尘，要放下贪嗔痴慢。我讲这十六个字，这十六个字是我们的障碍，放下障碍就没有了。那修净土决定成就，修其他的法门，这十六个字还不行。这十六个字只能带你到学校门口没进去。啊，那要进去呢，我这个标准不合格，要用佛的标准。啊，佛的标准是见思烦恼。那比我这个高啊。先破见惑。啊，见惑是什么呢？你所有错误的看法，你要把它放下。头一个要把身见放下，就是要把身当作我这个念头放下，真正晓得，彻底明了身不是我啊，叫破身见啊，你才能正式入佛门呢，小学一年级啊，我的标准是给你带你到门口啊，放下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是带你到门口，没进门啊。进门是第一个身见放下啊，第二个边见放下，边见是对立。相对的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再给别人对立了，他跟我对立可以，我不跟他对立啊，不跟事对立，不跟一切万物对立，也就是你要有心量脱开，看一切人、一切事、一切万物平等脱开心量啊，我们中国古人讲啊，量大福大了啊，你这个心里头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高兴，这个不行啊，啊，这是绝大的错误啊，啊，小心量啊，不能学佛啊，学佛的量要大啊，这第二个条件，第三个。见取见，第四个见取见，这两个合起来，我们中国人讲成见啊，我人成见和人啊，见取见呢是属于因上的成见，见取见是果上的成见，这里是讲因果啊，不能有成见，有成见你就不能随缘。你就必须要别人来和跟我和，我不能跟别人和。成见没有了的时候，就能随顺一切众生。啊，我们要随顺别人，不要要求别人随顺我。啊，不容易啊！啊，最后一个是邪见，所有一切错误的见解。啊，错误的看法全要放下啊，这是这才能入门呢、啊。这是佛教的，要用他的标准啊，你才能证得虚陀洹小乘，大乘呢，你才能进入实性的初性位啊。实性好比小学啊，实住好比是中学。
啊，社会相是高中，实地是大学，等就是研究所。啊，菩萨52个阶级，就像念书一样，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52年级，52年级毕业就成佛了。所以一定要晓得，佛陀、菩萨、阿罗汉是佛教学位的名称，这个要知道，不能误会啊，这不是神的、啊、不是仙的、啊、学位，好像我们现在学校有博士、硕士、学士啊，阿罗汉是学士，菩萨是硕士，佛是博士啊，所以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就是一切众生个个都是博士学位啊，都是圆满的。那这个学位是你自己本来有的，你应该要拿到啊，这是要懂得的啊。佛教里头没有神仙啊，但是佛教对佛仙神仙尊重尊敬，为什么？他是六道众生，六道里头有天道啊，佛了解得很清楚啊。佛永远的地位就是四道，他是做老师的啊。这些年当中，我们在世界上团结宗教，所以跟很多宗教接触啊，也很有味道啊。我遇到一个犹太教，有基督教啊，伊斯兰教，他们问我，他说佛教里面没有造物主，佛教都没有讲造物主啊，没有一个崇拜的一个神啊，佛教没有。但是我告诉他们，佛教承认有神，尊敬神，礼拜神。哦，他们很高兴。哎，那你们佛教释迦牟尼佛算什么？我说，释迦牟尼佛是个老师教学的啊，他是搞教育。这个我们宗教里面讲人造罪业最后的审判，哦，审判是上帝的事情，我们老师不管，老师只管教学，不管审判。他们听得很高兴啊，审判权是他们的，我们只是教你别做坏事啊，那你就不要受审判了吧。啊，就是佛教是私道啊，如果想组织一个政府的话，说佛教是搞教育的啊，不是搞司法的啊，也不是搞行政的啊，所以没有矛盾呐。啊，不能说你的神比我的神大，我的神比你神，那就矛盾就冲突就起来了，一样的，大家都平等。啊，而佛教不参与政治，啊，他就更放心了。佛教是教学，啊，什么人都可以来学。啊，你们大家都可以来学佛，为什么？佛教智慧呀，你要不要智慧？啊，所以我劝很多宗教，啊，星期天你们上教堂就做礼拜，星期六呢，我们敬宗学会讲经，大家都来学佛，没冲突。我说上帝，你们是上帝的儿子，上帝子女，你到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是老师，我们这是师生关系，那是父子关系。你们现在上学念书不是师生关系，家里有父母，你的父母还不是送你到学校去读书吗？啊，你们的上帝一定很喜欢他的子女都有很好的智慧，做释迦牟尼佛的学生，上帝高兴啊！他们听到没反对的啊？哪一个做父母的不希望儿女有德行、有智慧？啊，有学问，啊，释迦牟尼佛最好的老师啊。所以这些年来，我们最初以为团结宗教还要经过许多辩论，一次都没遇到啊，十几年一次没遇到
啊，只是有一个很艰难的事情，就是基督教。啊，我们跟基督教往来的时候，三年，真的真诚心跟我们合作。啊，其他的没有，其他大概半年到一年，我们就变成好朋友了。这个基督教三年。啊，但是呢，三年转过来之后很了不起。啊，真有诚意。啊，他了解了。啊，我跟他们的宣布，我说，整个世界所有宗教的都是一家人，所有宗教的神就是一个真神的化身。我跟他们这样解释，我说你们承不承认你们的神有智慧？有，都承认。你们的神有神通会变化，你们承不承认？承认。我说那就得了，这个真神在基督教就变成耶稣啊，在佛教就变成释迦牟尼，在中国就变成孔子，啊，他是化身呐，啊，他的本身是一个，他们相信有这个道理，没人反驳我，啊，一个真神的化身，那一个真神为什么建立那么多的教呢？是因为过去交通不方便，没有资讯，大家老死不相往。所以神在每一个地区教化众生，他必须是当地人的身份，当地人的形象，用当地文化来教化众生。你们细心去读经去研究啊，不要只读自己经，不读别人的经，所有经你都拿来看，你会发现经典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确实80%相同，不同的部分20%，那是什么？是生活习惯啊，各个地区不一样啊，这些礼俗风俗习惯不一样，方向是一致的。没有一尊神不教人爱人啊，把它是融汇成一个字，就是爱字啊，神爱世人。佛家讲慈悲嘛，啊，伊斯兰讲仁慈嘛，啊，什么是上帝？爱就是上帝。爱在哪里？在你心里，就上帝在你心里。啊，你要不爱人就害人呢，那就是魔鬼，你心是魔鬼。啊，你真正爱人呢，你的心就是上帝。啊，十几年来啊，没有碰到难题，啊，没有碰到争论、辩论，没有，非常和谐，非常融洽。啊，我们自己的表现也使他感动。啊，我们到他教堂，我们一定拜他的神。啊，他感到很压抑。啊，有佛界佛门弟子来问我，你怎么去拜耶稣？啊，拜大梵天，印度教的。啊，锡克教的，锡克教没有神像，他有经典，啊，拜他的经典。啊，我告诉我们的同学，所有的那些宗教的创始人，他们那些神。都是佛的化身，我拜佛，都是佛的化身。哎，在日本开会访问的时候，啊，我每次到日本都去看看老和尚，老和尚很喜欢我，中村康隆，前年往生，103岁。啊，这个老和尚很慈悲。我第一次跟他见面，他告诉我，全世界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
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嘛，应以什么身，他就现什么身嘛。应以嫉妒身得度，即现嫉妒而嫉妒身而度之。啊，应以佛身得度呢，就现佛身而度之。啊，应以什么得度，他就现什么身。他说，所有宗教的那些神，那些创始人，全是观音菩萨化身。我离开他的徒弟桥本，现在那个道场桥本做主持。啊，桥本送我出来告诉我，我们老和尚一生从来没讲过这个话，他怎么见你讲这个话？我说老和尚不是凡人呐、啊！啊，这日本的老朋友过世了，啊，另外还有一个完白老人，啊，对我非常爱护，90多岁，也是前年往生。啊，老人都凋零了，真的，后期缺乏人才，这是我们真正担忧的。啊，所以，年轻的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要发菩提心，续佛慧命。啊，弘法利生。啊，这里头最重要的就是放下自私自利，有这个东西，一切就完了，你什么都学不到。啊，一定要用真诚心。啊，没有自己，只有众生。啊，不忍心看众生苦。全心全力来做，啊，带佛带菩萨来做帮助众生的这种大事。啊，怎么帮助呢？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一定要知道，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一生教学，没有一天空过。啊，49年没有听说哪一天放假。啊，外国的宗教还有星期日，佛教没有。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是真正老老实实，啊，教了49年，从开悟到老死，没有休息。啊，是世界上最好的、最典型的一个老师。模范老师啊，教人不收学费，完全是义务的。啊，他不分国籍，不分信仰，不分族群，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只要你想跟他学，他都会非常认真热心地教导你，这是我们在经典上都看到的。啊，有许多这个宗教的传教士，啊，宗教团体的主持人都跟释迦牟尼佛学习。啊，这个我们一定要认识啊！啊，它不是宗教，它是教育啊！啊，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学，就像大学一样。啊，都以佛为老师，啊，所以佛法是师道。啊，尊师重道。你就能够成就道业。
我们把上面这一句再重复再念一遍啊，但有愿者无一不生，方知愿力如是广大，因可不信，因可不愿啊。这是莲池大师教导我们，修净业者与本经之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与小本之信愿持名，是应刻骨铭心，不可沾惑。这几句话非常重要啊！啊，绝不能轻易把它看过去。啊，名号它的功德利益，真正能体会的人不多。我们单单讲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大概讲了不止十个小时啊！前面说过，后面还有说的啊！名号功德是真的不可思议啊！隋唐时代，中国、日本、韩国这些高僧啊，以后都是他们国家的祖师大德啊，曾经在一起讨论过的问题啊，那就是提出这么一个议题：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以哪一部经是最重要的？啊，能代表整个佛法的啊，这大家认真去思维、去观察啊，提出《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很多人都赞同，所以《华严经》就很特殊了。啊，我初学佛的时候，老师把华严介绍给我。啊，老师对华严怎么看法呢？佛教哲学概论。他用这个角度看华严经。没错，确实是佛教哲学概论。佛教所有一切支派都从华严出去的。啊，华严的教义包括圆满的佛教，啊，各种教义都在里头。啊，可是华严最后归到哪里呢？最后归到净土。这都是隋唐大德他们在那研究、观察、体会的结论。啊，《华严经》最后，善财童子53参，最后第53参，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这是证明啊，《华严》归极乐世界，也就是归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的地位就提高了啊，跟《华严》平等了。不但平等，甚至于还高过华严啊。那么一部《无量寿经》，现在这里面一共是48章啊，也叫48品，哪一章最重要？第6章。第6章是阿弥陀佛48愿，第6章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啊，其他是释迦牟尼佛讲的。那24愿哪一愿最重要呢？
所以一直追嘛，追到最后第十八愿。十八愿是什么呢？十念必生，就是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所以一切归到最后的时候，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一句阿弥陀佛代表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的教义，总结就这一句。这一句话什么意思？我们现在翻是从音翻音译的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四个字全是梵文啊，可以翻成中国意思。为什么不翻呢？叫尊重不翻。啊，阿翻作无，是中国无的意思。弥陀翻作量。啊，佛翻作觉悟。啊，合起来是无量觉。你们想想，无量觉能不能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真代表了无量觉吗？哪一尊佛不觉呢？每一尊佛都是圆满的大觉啊，最后归到无量寿、无量觉啊！啊，无量觉在《弥陀经》里面，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用了两个名词：无量寿、无量光。寿代表时间，光代表空间，也就是无量的时空间跟这个是空间跟这个时间里面所包容的一切。啊，性相离世因果，总起来就这一句名号。所以念阿弥陀佛念什么？要晓得了，把变法界、虚空界所有全念到了，一个也没有漏掉啊！啊，这一切一切与自己有密切关系。为什么呢？一个生命共同体。一个发现的啊，这一句佛号讲不尽呐、啊。这一部经讲这句名号啊，这一部经现在我们讲了差不多一半啊，一部经讲完，我估计大概1200个小时到1400个小时。这一门课程呢，啊，我这次在澳洲昆士兰大学校长来看我，还有格雷菲斯大学的副校长，啊，问我现在干什么，开这门课，说这重点他们都带了，哪个学校课程有这么多学问的？啊，我告诉他，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我讲一遍要多少小时呢？20000个小时。啊，哪个学校有这么大的课程？啊，佛门有。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